是不是中国每个小朋友都有奖状？是不是在评论区看的？对呀，就是拿过来这个奖状，我感觉就是拿了第一名才呀。我们坦桑尼亚是第一名，第二、第三有啊，其他的都没有。我感觉就是拿了第一名。妈妈，我是第一名。嘟嘟，你还想骗我？昨天在评论区就看到了，每个小朋友都有奖状。舅舅，给我们看一个，非要和我吃。你找吧。妈，找。哎，对，找。他爸，我爸都没有头发。给你剃一个好吗？啊？啊？ 老板，有来生意了。当天都打过年吃的面。啊，打过年吃的面。这面干没得拿到啊？这面也没得拿到。我真老了。快点！给我看一下，还是打不了来？啊？给我看一下，还是打不了来？只有一袋子。
少炒两个菜，送完了那个姐姐他们已经走了。我就炒红豆菜。哎，少炒两个，那两个明天早上吃。 妈妈，这个洋芋粑粑真好吃。要吃点。